虽然咱今嘛是牛也无去啊，我才阁有备用的人选。拢甲我讲咧，你甲开放甲单亲安怎？你敢真正唔惊鬼？真了可怜，我一心一意对你，你竟然手骨去向我。就算讲我是你的亲生后生，我嘛袂认你的爸爸。你无资格做人的身段。你是林子深。三立台湾台三十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丹青，你最后一丹青，救我！后悔所在应该看会出来，我就要紧挂急救。宋丹青，你别演戏，真需要你，你一定要较认真诶，来想办法活落去。你一定已经好掉，你千万别放弃啊！我拜托你，为了要证明你是真心忏悔。现在需要你答应我一件代志。我知影你两个可能我一个人，不过即马时间宝贵，袂能够耽误着，真够急救人。只要完成这条婚礼，安分子孙会用摕到恁林家所有的财产啊！假新娘林帅是啥物人？紧上台，紧上台，紧来紧。两个好爱囡仔的，必须安尼啦！哈！刘光亮，你甲林家一点仔关系拢无，你是凭啥替林家的人主持婚礼啊？想要破坏婚礼啊？好死心啊！今仔日这场婚礼一定会圆满进行。我哪有可能又在单亲，让你这只鬼开去啊！你也真敢死，敢看我后事！子孙，敢不敢来跟爸爸斗三公？你要开放死财呢？你死鬼哪安尼做？这场婚礼一提没办，是你娘做起。婚礼正式开始。你敢真正不惊鬼？